你跟我一块儿开心吗？开心啊。那就行。董佳熙啊，我们待一块儿这段时间，大家是不是真心的，心里都清楚。每次说了一句真心话，后面都要加一句：演得不错。我不想嫁了。 我也不想嫁了，再确认一下。确认好了吗？还没有。那再给你10秒。我确认好了。